欢迎峰哥。真的啊，我就现在也会说谢谢啊。那你还是说吧。对啊，职业习惯，什么叫职业习惯？我昨天刚好看了那个家没事干嘛，说谢谢我，快点的。嘿，给你来个职业抱拳儿。我昨天我谢谢那个谢谢这个方框，谢胖子，谢胖哥，胖哥威武。我昨天家没意思嘛，然后就把那个喜剧之王又看了一下，谢谢流年，谢胖子哥，谢瘦子。我排队排到现在了，能不能让我点首歌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欢迎八哥，然后有谢色阳，谢胖子，谢瘦子。然后我小已经点歌了，看到了看到了。王森陪我里面点啊，可以啊可以啊，就是点去看那个喜剧之王，对对对，说周星驰说我养你的那个，然后他说那个职业病，就喜欢跟人抱拥抱的时候喜欢把腿就是盘到人家的腰上。你结束一下。嗯，